其实展鹏佢其实合咗两次婚噶啦，咁之前喺香港佢喺趁我瞓觉嘅时候咧，就带咗一只自己接嘅指戒指，有个心形嘅，就带咗落我哋手度。咁我醒嗰时先发现，咁我嗰下就问佢：喂，你咁样算求婚噶啦？咁我就话唔答应啦咁样。佢话要买一只戒指，要买啲嘢其实唔难，要花心思去谂一啲嘢出嚟先系困难啲。跟住我哋去到英国之后咧，佢就揾咗一条街，同埋有一架巴士，咁佢就喺嗰时候就跪低咗求婚。咁我觉得可能我就好期待紧呢一个画面咯，因为始终我有好感动，因为佢可以即系佢会当住喺咁多人面前跪咗喺度。